还没看我们直播。上不出来吗？对啊。在淘宝直播吧，我看一下。喂喂喂喂喂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我怎么点到自己直播间了？啊，好了，看到了。Hello， 有声吗？嗯，有，有声音。Hello，Hello， 但是我人看不到。现在又看得到。晚上好，老铁们 ，Hello。感觉声音不大是吗？是不是因为我们说的话声音太小了？没声音吗？喂喂喂。有啊，我手机里面是有声音的。Hello Hello， 声音大一点点。音乐有声吗？音乐是不是没声音？没有音乐。有声音哈 ，OK OK， 声音可以。音乐还在找啊，音乐还在找啊，稍等，老铁们，有一位这个有一位模特迟到了，嗯，非常那个，马上开除他，马上开除他，非常的那个，虽然他也没有工资，虽然没有，真小是吧？卡住了呢，不知道。怎么卡住了？是我手机的问题吗？哎，怎么卡住了？哎，是我卡住了。重新进，重新一下。OK OK， 是我卡住了。零元购的那位吗 ？Yes Yes。他说我五点半就来，五点半就来。电梯怎么按不了二楼？四楼。Hello。你下单别着急下单，别着急下单，先搞清楚好不好，老铁们？先搞清楚啊，先别着急。已经买完了 ，OK， 镜头调高点是什么意思啊？是看不全吗？我这个看的还可以了。是只有买睡衣才有日历的赠品？是的，只有睡衣和棒球服，上一个季度的棒球服和这个季度的睡衣，买这两个的是备注是有礼品的，然后这个礼品是不限 ID 的，这次就是不限 ID， 只要你够了。也不需要，其实也不需要备注，只要满了我们就会送，就是你只要满，就是只要买了棒球服和睡衣就会随机送一份啊，不限 ID， 然后也不需要备注，下单的时候订单上面会显示，会给你自动绑上那个赠品链接，然后这个东西大家收到之后，如果你要退换货是需要将这个礼品一起送回来的哈，老铁们，所以别着急拆礼品，先试衣服好吧，再强调一遍。然后今天加入我们店铺会员的会送大家一个5元的优惠券哈、啊，大家可以就是选中优惠券之后再下单。哦，看着腿短短的哦，你说是把它养一点是吧？嗯，好，嗯，哦。对，礼品是日历哈，礼品是日历哈，就上个季度的日历。加入会员解锁专属权益哈，大家就是给大家送个5块钱的优惠券，新品也是可以用的哈。
其他都没有赠品，对的，其他都没有赠品啊。然后那个赠品链接是防拍价，大家不要去拍那个东西，拍到的话也是会通知大家退款的哈。对，体育是没有赠品啊，就是睡衣和棒球服。再提醒一下，睡衣和上季度的棒球服。没有会员优惠券，稍等，我问一下。首次关注我们店铺呢，可以获得5元的红包，然后加入会员会送大家一个5元的红包，然后呢，就是会员本身我们还会送一个5元的红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有是吧？然后有的没有的，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没有入会，看一下是不是没有这个入会啊？据我们的首页，它有一个加入会员，你点个同意就可以了。加入会员的红包过期了。怎么回事？会员红包在哪里领？稍等啊，我问一下。在已领权益里面是吗？这个衣服尺码准确吗？你们秀场比第一次出的黑色外套还长那么多，是准确的哈。这个袖子它就是一个这种堆堆袖的感觉啊，也是做的就是一个这种堆堆袖的感觉，因为做的是那种秋季嘛，不是春季嘛，春秋其实都可以穿这个毛衣，就是做的一种这种感觉，就不是说完全就是合身到这里。我觉得这样很，我们就是设计的时候觉得这样好看一些。我穿的是 XL 码，我身上穿的是 XL 码。我现在我身高是在这边，这边还是这边？这边吧，这边可以看到啊。这里有我的身高体重，然后我身上穿的是 XL 码。牛仔外套好看是吧？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喽？你怎么听不到声音？你退出去重进一下试试呢？会员权益过期了怎么办？我问一下。有声音啊。稍等啊，我们运营处理一下这个会员的问题啊。Kida 这件什么码？他也没出来他还啊。没出来，就是他的模特图穿的那个吗？他模特图穿的是 S 码。广东已经很热了，但是太爱了。这件其实大家可以囤着了，囤着。啊？他是穿，我给他拿了 L，你不说穿 L 吗？他穿 S 了，S 吧是吧？对呀、啊，你怎么给他拿 L 你自己说你穿 L。有会员价了是吧？可以领红包了，现在可以领了。刚才运营给大家改掉了，大家现在可以再试一下可不可以领了。领完之后再下单啊，领完之后再下单。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是灰色的，然后它是一个春秋都可以穿的。我们做的不是特别厚，我们做的其实很薄一层，很薄，然后也比较透气，然后也比较有弹性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穿上会不会太热啊。但如果你那边是实在太热的话，咱就可以先不考虑了，好不好？这件就是春款，这件算是春款啊。对，会直接显示会员价啊，老铁们，会直接选。如果你加入会员的话，会直接显示会员价。对，然后入会红包可以就是去我们的首页加入会员去领一下啊。广州已经31度了，那就是考虑短袖吧。考虑一下短袖吧，或者我们的衬衫。我们的衬衫其实虽然说是长袖，但是它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比较透气的这种去做的，大家夏天也可以穿。可以近点看看吗？当然可以啦。1.67米，150斤，我建议买一个 M 码吧，M 码或者 L 码都可以穿，因为它是有弹性的。很有弹性啊，这件衣服非常有弹性，我们装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啊，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啊。然后这里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这种
就是缝线的设计啊，就是这种缝线的小鸭子，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设计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件衣服我很喜欢，因为它版型真的特别好，这件衣服的版型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做的这个帽子也是很大很大一个兜帽，然后呢它就是穿上之后会有那种秋天的感觉，让女生穿春秋的感觉，女孩子穿的给他们看一下吧。啊，这是女生上身 S 码的效果啊 ，Lady Huang is coming。它的尺码在那边，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尺码在那边 ，S 码，它的身高体重都在那边了哈。嗯，对，是它上身 S 码的效果。买我们全店铺是满199包邮哈，如果你满了199还有运费的话，去联系我们的客服给大家退一下。嗯。如果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订单有没有满199啊。嗯。哎，真的我收过，他穿的还蛮好看啊、哦！你们家小助理穿的是，我给小助理找一个那个，你刚刚拿的 L 码的，对 L 码的，试一下。这 S 码挺大，还正合适。对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这种稍微有垂感的一个这种效果啊，就是特别是袖子啊，刚才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袖子这么长？我们想做成堆堆袖的感觉啊，就是。你看你下去这自然能把它就是卡着吗，手腕的对它会有一种堆堆袖的感觉，整体就是一个很慵懒的感觉，一个很慵懒风的小毛衣。尺码表就在上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尺码表就在那边，好，往左边站一点，那边站一点好，让它往中间站一点啊，他是在看手机，所以他会有点那个。现在可以看到不？现在可以看到不？可以戴上帽子给大家看一下，方便吗？就戴帽子的感觉啊，这帽子做的是这种很阔的这种感觉。好看的，这件是好看的，但是大家就是还是要考虑自己那里的天气因素啊，这个。喜欢是吧，好，这件就是一个这种感觉啊，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我身上穿的 XL 码，然后模特身上是 S 码，女生模特，这个我们所有的东西是7天内给大家发货啊，所有的衣服，然后因为我们的一些衣服各品类不同嘛，所以它到货的时间不同，所以我们可能7天内都会给大家发掉，虽然显示15天啊，但是7天内都会给他发。然后按照下单的顺序，然后和你购买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库存，我们会优先给大家发啊，不一定会撑到7天那么久。可能有的款，比如说像毛衣、马甲这种，我们已经到货的，可能就2-3天左右就给大家发了，好吧？如果是衬衫这些，衬衫、睡衣这种，它工序比较多，工序比较长，它可能就是晚一点点，但是不会超过7天啊，不会超过7天。有红包，加入会员的话。是有会员价的啊，会员价是可以直接减5元的。来看小助理穿。对，给大家看看小助理穿的啊。大家看小助理穿的感觉啊。小助理是1.58米，然后体重是140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对，他穿的是，他现在穿的是 L 码，他现在穿的是 L 码，就是说他1米5。差不多1.59米吧，1.59米，然后130斤左右啊，是可以穿 L 码的。然后如果你还想就是说穿宽松一点的话，可以穿 XL 码啊。对的对的。选 XL 码，因为我们现在手里没有 XL 码。这在我这儿。哦，你穿的是吧？啊、他穿的 XL 码。对。这就是还蛮显瘦的，老铁。是很可爱的一件衣服、啊。L 也蛮大的。他就是，你看这帽子，就算是像他这样戴的话，也会很好看。他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这种帽型。就是后边卡了个吊牌，等一下，我们做的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帽型啊，就是朝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对，因为他戴了个帽子，可能现在顶起来了，但是正常的话，大家戴这个帽子是会很好看的，嗯，但是有那种小兜帽的感觉啊，是的，这就是你们可以参考自己的啊，参考自己的，看一下，对，参考自己的吧，参考一下自己，对。
就是因为它里面还穿了衣服的，对，它里面还穿了件衣服、啊，它不是像它一样它单穿，不是像我一样单穿，里面只套了个薄短袖啊，对，它里面还穿了一个正常的衣服，对，里面还穿了一个正常的衣服，所以说它是 L 码，它现在穿的是 L 码啊，然后你们参考一下，1米58，然后140斤左右。然后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穿的 L 码，里面还可以套一件衣服，对、啊、可以套一件衣服、嗯、然后如果你想再大一点的话可以穿 XL 码、啊、对，可以穿 XL 码，对，你看一下细节，软软的，对， M 应该也能穿，他如果把里面的衣服脱了的话 M 应该可以穿，对，空间还是很足的，很有弹性的一个面料，包括就是这种袖子啊都可以无限拉长，像面条一样，这件衣服非常有弹性，而且洗完不会变形啊，跟大家说，这个洗完也不会变形。对，尺码就在左上角啊，尺码就在左上角，尺码在左上角。什么时候发货？一周内啊，一周内给大家发，一周内给大家发。一周内发货，我也试一下这件衣服 ，OK。我还有点 L 吧，我试一下 L 码。就是 L 码，就是 L。那他穿的是什么码？也是 L， 两件 L。怎么会有两件 L 啊？咋不信呢？啊，快，我太喜欢了，记得两件 L。很帅。对啊，你说的是 M 啊？啊？怎么搞的？哎，刚才那个小助理身上穿的是 M 码啊 ，M 码。M 码他都能穿的、啊。他穿的是 M 码啊，不是 L。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说错了。刚才小助理身上那件是 M 码。Kita 可以试试 M 吗？可以啊。对，我给他换一下。刚才是。Kita 他现在刚刚身上穿的是 S 码，他现在给大家去试一下 M 码。好吧。好，再给大家讲三分钟啊，讲到6:20，我们过下一个品啊。这次买只有睡衣和棒球服有小礼物，对的，这次只有睡衣和棒球服有小礼物，小礼物还是日历啊。看看面料，好呀，非常有弹性啊，然后它是一个仿毛纱的。然后穿着一点都不扎人，它会有点这种绒毛的感觉，但是完全不扎，而且很透气。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衣服撑开之后，哎，里面没字儿，不然其实大家其实能看到它其实很透气啊，很轻薄。大家可以看到吧，这会透光，但是大家穿上之后是不会透出里面的东西的啊，但是它是非常透气的，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也很有弹性。OK。我穿的是 L 码、啊、会闷吗？完全不会闷啊，完全不会闷。他现在身上，我们这个吴老师身上的是 L 码、啊、这是 L 码的一个效果，非常合适，非常合适。来看一下背面，看一下，哎，非常合适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很有弹性啊。嗯，来换下一位啊，来，这个女生模特中间站点，哎，好，往那边点。现在是上身 M 码的效果啊，女生模特上身 M 码的效果就是比较宽松了，这个就比较宽松了，是想搞点那种什么下衣失踪穿法呀什么的，就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是完全能够把它下面这样盖住的。咱们春天呐、啊，或者秋天呐、啊，或者夏天，有的时候咱们下雨啊，或者干嘛的，都可以去套一件这个在外面，非常暖和。底下穿个小短裤就行了。对，又不会闷。嗯，可以机洗啊，可以机洗。可以机洗。嗯，你要近一点看一下这个材质是吧？我近一点。太近了。哎，可以。是一个这种绑线的风格啊。不会起球啊，不会起球啊，老铁们，我看有人在问，是吧？不会起球啊，这个不会起球啊，可以机洗，可以机洗。哎，衣服啊，睡衣可以机洗吗？睡衣也可以机洗啊，我们这一季度的所有产品都可以机洗啊，都可以机洗的。然后都是我们做过水洗测试的，都不会缩水，不会变形。然后起球呢，也是大概率不会，大概率跟大家保证嘛。因为像毛衣这种东西，我不能100%跟大家说它不会起球，看你怎么穿吧。就像是穿羊毛的，它也有可能会起球。这个的话，就看大家怎么穿吧。短时间内，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肯定不会起球的。
没有。嗯，好了，二十了，我们过下一个品，就穿不出这种效果啊。一会儿如果有大家需要的话，再给大家讲。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是马甲吧，我们一人一件吧。你穿马甲哟 ，OK。你穿这个是吧？我这个，哎，怎么我的马？最近被你穿了吗？啊？你找啊？我穿，我拿出来了。嗯，好。不是一个颜色，对对对，你们先穿，要看背心是吧？好，马上单穿马甲可以吗？单穿马甲是可以的，但是刚才那个，我单穿是吧？想让他单穿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效果肯定是不像就是搭一个这种短袖比较好，因为我们毕竟是男生，因为女生的话可能另说，咱们女生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单穿小马甲其实挺好看的，那男生的话单穿那个毛衣马甲会有一点点奇怪，但是你们想看的话可以让他穿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可以可以，他去换了，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想看睡衣，睡衣一会儿最后给大家讲好不好，因为睡衣的话它是一套，换起来比较麻烦，睡衣我可以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睡衣啊，它是整体都是纯棉的，它是纯棉的，然后非常非常舒服，是很有垂感的那种料子，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有垂感，然后弹性也足够，弹性也够啊，也是有弹性的，非常非常舒服，非常非常贴肤啊这件衣服，然后这里给大家做了两个很可爱的这种小兜啊，是一个小爪子，我们本来是打算把它全部填满的，但是填满这种橙色但是不太好看啊，所以就保留了一个这种小鸭掌的样子啊。然后我们的裤子跟这个上衣都是一个材质的，一样的，我们完全都是一样的，这样搭起来一套非常非常舒服，跟大家说穿着睡觉完全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不适感，说实话了，这睡衣咱们也不可能放啥东西，所以我们就没设计太大的兜，因为太大兜我怕觉得丑，是不是有黑白色，黑白色是短袖啊，这个是睡衣，我们睡衣是只有这个颜色啊，一款一个色，是米老鸭的脚毛呢，大家放心啊，就是你们说如果放手机的话，我们裤子是有个兜的，我们裤子是有很大一个兜的，因为上衣那个兜就是给大家做个装饰啊，就是做个装饰放点小东西什么的，因为做太大兜其实真的不好看，你放手机进去也不方便，它会一直往下掉，但是你这个裤子兜我们是两边都给大家做了很大的兜的，因为你大家肯定要买就买一套，这个裤子的兜是完全你放什么都可以的啊，很深的一个兜，我这没手机，对，我觉得小小的可爱一些，然后因为裤子也有兜，所以我们就没把上衣的口袋做的那么大，裤兜放手机怕掉裤子，不会掉裤子，不会掉，它蛮好合身的，傻你去穿吧，老铁，不是，这肯定还是对，就是说最好还是对，就是不是你这样这样也能穿啊，但是还是里面穿件衣服会好看一些啊。感觉刚从澡堂出来。对，现在有点那个啥了，好像有点。尽量不要这样穿。对，可以这么穿，尽量不要啊。不推荐、啊。里面穿一件白色的，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还是好看一些的。老铁，你让他那个叫什么穿给你们看，是吧？我看你有点那个叫什么，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说在路边走来走去的那种人，说不好说啊，不是很好说啊，说对有点像这种路边走来走去的那种人，我两个都刷个手在这里，对，还是要搭配一下，还是要搭配一下，你也去穿一个衣服吧，我这是搭白 T 的一个效果啊。大白 T 真的好看、啊、老铁，大白 T 肯定会好看，你看跟我比一下，我就是那种不良少年，老铁，哎，今天手上的这个生活费交给我，快点，没有钱，
快点，没有钱，快点，没有钱。就是这种啊，这件的话，厚嘛不厚啊，这个也是很薄的，给它做的就是很薄很透气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你是春夏咱也穿不了，做太厚了，对不对？然后这件马甲我就是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件马甲是一个修身款啊，是一个修身款，那不是那种很宽松的感觉。我身上穿的现在这件是 XL 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里面搭个这种啊，搭个衬衫呐、啊，都很好看。Kita 穿的什么码？他穿的是 S 码啊，穿的是 S 码，看一下侧边哈。我对你搭个衬衫看吧。好吧，啊，好，可以。链接弹错了，链接弹错了。这个是三号链接啊，稍等啊，给大家弹一下，换一下，换成菱格啊。对对对，现在对了啊，现在对了，这个是这件的链接啊，两个色，这款呢是两个色，一个是这种蓝色，一个是刚才那个绿色啊。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哎，这边。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里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包针绣啊，一个很瓷实的一个刺绣，然后上面就是我们的 logo， 一个包针绣啊，然后是有一种那种包针贴布的那种质感。有外套没有外套啊，这次没有外套，但如果你说这个这件你想当外套穿的话也可以，这件你想到外套穿也非常可以啊，这件一会儿给大家讲好吧。但是其他的没有那种外套。那、啊、这是一个浅蓝色的，是刚才那个，换一下链接。哎，对了对了，是这件啊，奶蓝色的一个曝光帽，我看一下。还好，你走近一点。对对，哎，曝不曝光啊？这个奶蓝色啊，是一个纯色，还好，这个有一点点，有点曝光啊。这样，这样看得清楚吗？现在他身上穿的是 S 码，这件蓝色是 S 码是吧？嗯，确认一下，是啊 ，S 码的。他现在身上穿的是 S 码的一个效果，他的身高体重在那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圆点可以哈，好嘞好嘞。然后中间的这一片是一个白色的包针绣，是绣的我们的是一个花字 logo 啊。然后整体的颜色大家就是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镜头里面可能和大家收到实物颜色不太一样。颜色对了，你中间的光一点。这个是吧？嗯，是啊，这样颜色是对的。OK。对，这件很好看，这件非常非常，它有一点点那种小小学院风的感觉啊。我这个才好看、啊。后面是纯色的，给大家看一下后面。我才好看呢。后面纯色，哎，不好意思，后面是纯色的啊。嗯，哪个显白？三件背心哪个显白？都挺显白的啊。这三个颜色都很显白，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不显白的，但是把它取消了。那个实在有点太不显白了、嗯、但这个颜色其实肉眼看真的很清爽，肉眼非常清新、有一种那种薄荷糖的感觉，哎，对、啊、对吧，看着就很清凉，对，看着很清 凉，有一种那种薄荷糖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漂亮。这个图的颜色，这个图的颜色，对，图的颜色会准一些啊，然后我们镜头里可能会有点偏白。 对，大家可以参考我们拍的图，我们图是经过调色的，我们是尽量跟实物调成一个颜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的，对，绿色也很显白啊，绿色也很显白，绿色本身它就很显白。哎，两位可以敬业一点吗？不是，因为我们一个左脸好看，一个右脸好看，就是不想撤到一边的啦。你们可以背靠背啊。哦，那我转过来。卡话。好了，不要再闹了。好好卖东西可以吗？我穿的是 XL 码， XL 码， XL 码， XL 的，嗯，然后女生模特是 S 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嗯，反正你就是我是一米七八嘛，然后你一米七八，如果往上走的话，你都无脑选 XS 就好了，对，对，因为我穿你穿这个啊，去春游啊，对不对？然后去那个去游乐园啊，都是很好看的。哇，你穿这衣服去那种，就是你去拍照绝对出片，百分之百出片。
你看你一进来逊色了许多。好，我现在是很出片，蓝色的效果啊，这个是一个比这个会深一点的蓝色。这件其实不挑人，我身上这件其实不挑人，那这个也不会对你的肤色有任何影响，也不会显黑，也不会显白什么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颜色啊。嗯，怎么搭都不会。这个真的非常适合这个春夏，真的很好，真的很对 对，而且薄，主要是它薄，对，它很薄，它很薄。大家不用想它非常非常厚啊什么，它很薄，它整件大家收到就知道，它很轻的一件衣服。对，说白了，说白了就是用来搭配的。对，就是用来搭配的啊。嗯，就是用来搭配的。对，就是你就是只要能穿衬衫的季节，对，你加了这个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不适感啊，对，不会说任何闷的、热的呀、不会的。我看给你们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他去，是就是它是你看它是很透的，看我的手。它虽然是你这样子可以看到我的手，但不会透衣服啊。对，它不会透衣服啊。不会透的啊，只是说这个样子看的话，你到拎起来看的话，隔着一段距离拎起来贴着的话，它会这样子，就是薄薄的，但是它不会透衣服。对，不会透衣服啊。这个背心灰色卫衣一样吗？不一样的啊，它们材质是不一样的。灰色背心呢会更有弹性一点，不是灰色背心，灰色毛衣。灰色毛衣会更有弹性一点，而且我们这个灰色毛衣它是仿毛纱，它会有那种毛毛的感觉。这件是完全没有的，它就是一个针织衫，它就是一个针织的感觉，然后加上这个一个贴布袖啊，就是一个针织的感觉。这件呢它就是仿毛纱，然后会更有弹性一点啊。嗯，这件的话弹性就没那么大。嗯，这个是基本上一些就是你塞两个人进来也没事，因为它就是它，因为这一款它会软一些，这件会更软一些。这一款它是比较修身的款，如果你们想让那想要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感觉的话，你就往大一码买。对，往大一码拍啊，往你平常往大一码的这个买。你这个穿的是什么吗？ S 给它穿一件 L 的 绿色。好，就是它现在他现在穿的是 S 码的这个针织衫啊，然后给你们换一个大一码的 L 码的绿色给你们看一下，好吧？大一码不是 M 吗？啊 M 吗？哦不 ，S M L OK M M 不好意思啊，开始试一下绿色给大家看一下啊。对，灰色毛衣是可以贴肤穿的，灰色是可以贴肤的，不会扎。我其实这个也可以贴肤，但就是不推荐啊，嗯、因为没有效果没那么好看。对对对，这件就是用来搭配，这件也是贴肤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也不会说刺呢，我还是怎么地的。对，不会啊。买你怎么是钻粉啊？哟，钻粉啊，欢迎我们钻粉啊。小助理试一下，好好好，小助理给大家试一下啊，小助理给大家试一下我这个颜色吧。啊，不行，我这件在我身上，这件有啥呀？这件有，来。对，这个背心就是，你就搭一个短袖或者搭一个我们这样的衬衫，哎，搭一个短袖或者搭一个我这样的衬衫就好了，或者你搭那种短袖衬衫也可以的，就是只要自己，就是这个背心，我就觉得它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这个 V 领这里只要有一点东西就好看了，因为它有点 V 你知道吧，有点 V， 它就是里面有个东西，或者你戴个项链在这里就会好看很多。我搭配个短袖给你们看，可以可以，等他们进来吧，等下说我直播间没人，全是鸭子哦。1米62 108斤，1米62 108斤的话你就穿 L 码就可以了。 L 码、啊、小助理说他喜欢我身上那件，他就是那件了。 L 码、哦、是吗？你这穿 L 码啊，穿 L 码，我去换个短袖给你看。怎么曝光了？哪里才会不曝光呢？哎，好不曝光就穿啊。啊，里面搭的短袖是吧？这样搭的也奇怪。啊，现在是他身上穿 M 码的效果啊，绿色的马甲 ，M 码的效果是偏大一码，比他自己穿的码偏大一码的效果啊，大家看一下。宽松一点。对。没有那么修身。但是它虽然宽松，但是我们这两边不会给大家做的那种很蓬，就会显得大家的腰很粗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它就算是换一个大码，这里还是会有一个曲线的。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衣服为什么会把它设计成修身的一个效果啊。
对，就算是配裙子也很好看啊，配裤子也很好看，大家配个那种牛仔，就是牛仔裤啊、直筒裤啊，都可以的。有点像拍韩剧。那很春天啊，很春天啊，这件。好纠结颜色，哎呀，不用纠结，哪个颜色都很好看，哪个颜色都很好看啊，看自己喜欢。是的，是的，它就是这里会有一种腰的感觉，特别是女生嘛，因为我们男生可能看不太出来，就是一个板儿啊。但是女生的话，可能她就会有这种曲线的感觉。学院风，对，衬衫也是我们自己的，衬衫也是我们自己的。衬衫，说完这个就给大家讲好吧。这个，等一会儿等他们试完之后，我们就换下一个。纠结的就和姐妹都买，也可以啊，也可以。换着穿。我又换了个短袖过来。一五八肯定是推荐 S 码啊，看你的体重了，看你的体重了。你是要穿的什么 ？XL。现在是绿色 XL， 嗯，和绿色 M。老铁这样子穿真的爆好看，真的很好看。你自己买一件绿的，然后你给你男朋友买一件这个叫什么？蓝的。这个蓝的，嗯，就是这个浅色的就可以，就是。直接一个情侣装出去，或者你给你的好姐妹买一个就是别的颜色的，就你看你和你的好姐妹哦，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颜色的，你好姐妹就这样牵着手出门，我多拉风，老铁多拉风，别往中间站一站，啊，侧面会被挡住，啊，多拉风老铁，别一看我天，两大美妞，两个大美妞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奶油蓝确实也不错啊，老铁，这两，你的衬衫是我们的。他现在是要穿的是他自己的啊，他紧一些，我们衬衫会松一些，我们衬衫会松一些，哎，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小助理上身的一个效果啊，嗯，他现在身上穿的是，妈 ，XL 码 ，XL 码，他现在身上穿的是 XL 码的效果啊，嗯，然后里面短袖也是我们自己的，两个搭配的一个效果，对，他是1.58米，然后140斤左右啊，对的，140斤左右。这个你们就是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稍微参考一下啊，对，参考一下，转个圈吧。好，好，非常的不错，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嗯，非常不错，周了。好了，我们过下一个屏啊。对，这个深蓝色是不怎么挑人，其实这三个都不怎么挑人啊，老铁。不挑人啊，都怎么挑人？他就是一个很青春的状态吧。有时候就是我像我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不太适合穿某个颜色，但其实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试过，因为我以前如果看到这种颜色的衣服，我也不敢穿。这种就是离去黑白灰的这个衣服我也不敢穿，但你穿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还蛮好看的。小助理穿的是 XL 码啊 ，XL 码，是吧？直接穿了之后，直接变成19岁，你就是那个叫什么韩剧里的学妹，押韵了，穿的马上变成19岁，你就是韩剧里的小学妹，是很适合，哎，我们不像，因为我们的衣服它，因为我们的衣服它不像那种有那种网红款，你知道吗？它有的就是你身材好，长得好看，你当然穿出来都好看。嗯，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就是没有的条件没有那么好，比如说你身材比例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瘦的话，有的衣服穿出来就不好看，会穿出来就是显得不好看。但是我们的衣服都可以穿，对，我们不挑人啊，对，曝光了是吧？白色就有点过曝，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吧，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不能站在太前面。好好好，对，这件衣服其实比较重工啊，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细节。这个地方我们全部都是那种很瓷的这个刺绣啊，大家看一下后背，是一个蛮硬的刺绣，我们不是说印上去，我们全部都是绣上去的。嗯，我也去换一下。那我也换白色吗？还是换紫色？换白色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比较重工啊，这件。然后仔细的图案呢，想看清楚可以去我们的主首页去详情页看一下，我们都有拍。
这件衣服就是我们选用的是一种，就是那种我们选的是跟另一件衬衫比的话，我们一共就这个机构有两件衬衫啊，这一件衬衫就是它有80%的棉，这件呢就全部都是涤纶的，因为我们想要做那种垂感，做那种垂感，就是很垂，就是看起来有型啊，看起来非常有型的那种感觉，再加上这个刺绣它其实比较难做。是的，全部都是刺绣啊，它不是印上去的，全都是绣的，全部都是绣的。摸起来确实比较好。这件套背心是什么效果啊？套背心，哎，我刚刚套过呀。他刚刚套过啊。我再套给你们看。对，一会儿再套给你们看一下。对，套个蓝色的套给你。哪个比较不会皱？这件其实不太会皱，会比这件好一些。这件会有一点点容易皱，这件就是完，就是不怎么会皱。但你要使劲把它叠啊或者干嘛还是会皱啊，就是相比较来说我身上穿的 XL 码，这个衬衫其实做的不像我们以往做的那么大，因为你看我以往如果做我自己买衬衫我肯定会买那种超大的，对吧，但是我这个没有，我这个就是完全曝光了，非常合身，往后站一点啊，看你身上穿的是 L 码对吧？ L 码，对，现在他身上穿的是 L 码啊，我单穿的，现在是单穿的。对，里面穿了个短袖。对，然后我现在给你直接套个马甲。这件衣服我跟大家说一下，里面不穿的话不太行，它会比较透，它会比较透啊，所以里面如果你完全不穿的话不太行，就是最好是搭一个小背心啊，或者小短袖什么的。你不可能里面什么都不穿吧？对，你什么都不穿的话。什么都不穿吗？因为白衬衫这样子，其实大部分白衬衫其实都会透。对，我们已经尽量去选一个稍微不那么会透，但它也一定会透一点啊。尽量要穿背心，一定要穿背心。如果你非要单穿的话呢，那没有任何办法，那没有任何办法。那你穿的那个场景可能粉色不透啊，粉色因为它有图案，所以因为它有印花，所以它完全不透。不知道是在怎么什么样的场景下什么都不穿啊？对啊，这你就不用管了。说了会透为什么还要穿呢？说了会透为什么还要穿呢？我们怎么在直播间透着给大家穿呀、啊？怎么可能呢？反正他就是你就是搭一个马甲也可以，我刚刚就是搭了这个马甲，搭马甲也很好，非常合适，嗯，非常合适，老铁，对的，一家稍息，哎，我反了。然后女生穿这件的效果我觉得会更好一些，是吧，很干净啊，嗯，然后这件也非常的凉快，穿着可以当防晒服穿，对的，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轻薄，对，嗯，男生里面对啊，穿老头衫啊或者穿那个短袖啊都可以啊，怎么搭都可以，如果非要单穿你就在外面套个马甲，对不对，嗯，或者你对搭个短袖就行了，我里面就搭了一个短袖。对，如果是你身材非常非常的傲人啊，就是比如说像吴老师啊，就男生作为男生来说身材非常傲人，你只要单穿也行啊，没人管，没人管。但是我们这个白衬衫主要就是做出来就给大家一种干净的感觉吧。买了大码的准备当防晒服穿，可以的。他穿的是 S 码对吧 ？S 码。女生模特穿的是 S 码啊、哦。这样子穿也可以啊。对的。就里面搭个短袖就可以了。很好看哦。是吧？是的。好看。谁？还行吧。容易皱吗？这件其实还好，这件没有那么容易皱，嗯，但是它也是像衬衫一样，但这件垂感蛮好的，对，就是它会有飘逸，对，来给大家看一下粉色啊，这个粉色你穿的就是你就是学校里的 crush， 不要 crush 了，又 crush 了，穿了之后你就是别人的 crush。别扭了，介绍。他去穿粉色了。刚
给大家看一下粉色的，粉色的也很好看哦，老铁们。然后粉色我们用的是这种细细条纹，所以它是完全不会透的。然后这里呢是一个甜甜圈的一个大的贴布袖，一个甜甜圈的鸭子，然后背后是橙色，背后是橙色。这件你其实单穿也可以啊，这件是完全单穿也可以的，看你怎么搭配吧，你看你自己怎么搭配，还是怎么搭都很好看啊。很寒呐，这件很寒呐，很寒呐。这件感觉就是在那个佛罗里亚，在那个首尔街头会看到的那种感觉。强烈要求下，终于还是在我们这个春夏的时候做了一个条纹啊。哦，嗯，我是条纹的代言人，感觉就是。像那种 Instagram 风的那种感觉，嗯呐嗯呐，在那路上很可爱，而且这个粉色不是那种很艳的粉啊，不是那种大家看起来很廉价的那种粉，这粉色现实生活中其实啊，对对，这样子还好。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街头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反正它是一个不会艳俗的粉色啊，往后站。站后面去，对，这里因为它光直接打在衣服上就会有点反光，嗯，但是现在就是还好。多巴胺穿搭啊，T 恤的克重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这个 T 恤克重大概是260左右了，要。260要稍微，它不是那种很薄的 T 恤哦，它会比较重，会比较重，是大概240-260左右，嗯，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那种 T 的感觉，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挺阔感啊。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了，像这种卫衣啊、短袖啊这种，如果你做的非常薄、非常贴的话，没有鞋儿，你穿上之后不好看，真的不好看。就克重稍微高一些的话，它就会硬挺一些些，它就会有版型一点啊。嗯。小助理试一下白色。你身上这件是我那件吗？1.58米，110，这个衬衫就穿，你穿 S 码吗？ S 码就可以了。1.58米，110斤，穿 S 码就可以了啊。我穿的 S。Kita 现在穿的是 S 码啊 ，Kita 现在穿的是 S 码。黄黑皮可以穿粉色吗？可以。怎么？它这个粉色不是？不荧光。哎，不是荧光色啊，它不是那种荧光粉，所以它不会说特别显黑。你买的皮啊，我就黄皮啊。对，你买的那个衣服，如果是带荧光色的话，它会就是会显黄，会显黑。但是它这个粉色不是荧光的啊。草莓的感觉是 W。我是黄皮啊，就是我穿上的话其实还好，不会说特别特别的显黑。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颜色我跟大家讲实话啊，因为它不会显白。就是你不要想着一个粉色会让你显白啊，我感觉还蛮显白，很适合橄榄皮。对吧？分人吧，分人吧。亮亮，我觉得我穿这个也不显黑，也不显白，就是很正常。我穿别的颜色衣服也是一个样。1.63米，160斤的话，穿 L 码就可以了。1.63米 ，M 码都可以了。多少斤？哦，那得 L 了，那得 L 了 ，L 码吧 ，L 了。M 的话可能会稍微小一点了，对 ，L 码会好一些。虽然宽松，但是，嗯，我觉得 L 码可能会更符合你心目中的效果。对对对，是百搭一些啊，百搭一些。粉色只有这个胸前的这个小鸭子，只有胸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啊，它整体也是一个走一个偏稍微可爱一点的风格。对，看你怎么搭吧，看你怎么搭吧，反正我觉得怎么搭都很好看。穿一个。这是什么呀？ T 恤是260克吗？你是20。T 恤是多少克重的？260。应该是算挺高的吧？算重的了。嗯，算很重的了。你们有谁在网上买的那种比较便宜的 T 恤啊，它可能克重才不到200，
所以它会很薄，然后有的 T 恤会显得肩膀很窄，对，它会垮，很垮，它就是垮到一起，对。嗯，我穿个粉色的，好。穿粉色一个效果啊。这是 M 码，谁身上是 M 码？嘘，摆 pose， 摆 pose 呢？你身上是 M 码吗？不是，没有 M 码。身上好像没有 M 码，我现在手里没有 M 码，现在没有 M 的。嗯，想试的话可以让女生试一下 L 码给大家看一下。知道了，这个买回去大家当情侣装穿也是非常好看的啊。你看你男生穿你就是一个大概这样的效果，女生的话你可以把它就是稍微哎就是给它搞起来一点，搭个小裙子，是不是整个漂漂亮亮的。嗯，160-115 S 码都行，我觉得这挺宽松的。嗯，我试试 L， 我穿 L 肯定大了。L 是这个，你身上的。我身上的 T 是什么码？看看。M 的啊。M 码。M 码。我身上 T 是 M 码。它这个是 S 是吧？我感觉我穿一下 S 试试。粉色衬衣能单穿吗？这个能单穿。能单穿啊，粉色衬衣能单穿的。那你就要买修身一点的嘛，太大的你单穿就有点太垮了。1.74米，105斤 ，M 码，我觉得 M L 都可以，因为你有这么高，看你骨架子大不大。我现在粉色没有 M， 我再穿 L 的，等我一下先。对啊，我要是1.78米啊，我穿 S 就会有点短，就它会就是遮不住我的屁股。168我觉得 L 都行了。嗯， L 就会有点短啊。我穿 L 就这个效果就也还可以，其实就有一点会大、嗯、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嘛，那个味看起来小小男友风，就是偷穿自己男朋友这种衣服的感觉。你穿这种宽松你就底下配长裤会好看一点，就休闲一点的啊。街头风，对街头风、偷了这个胡大哥风啊，偷了胡大哥的衣服，这种感觉。偷风，那就偷感。这是黑色 T 啊，弹出链接了好像。没有，现在在讲、哦、在谈黑色 T 是吧？衬衫的话，我们就是在你们如果想买的话，点到下方车里面去找一下就好了。我看一下是几号链接啊？衬衫是5号链接和6号链接啊，两款衬衫，粉色的是5号，白色的是6号。然后现在给大家讲一下短袖啊，我身上穿的是，什么东西白白的，往这边，一个线头，我身上穿的是 XL 码的黑色字母款短袖的感觉啊。然后这个字大家收到的话，就是它两边会有这种光晕的感觉啊，这个是正常的，我就是这样设计的，中间字是清楚的，两边是这样。有运的，就是有那种运动感啊。大家收到的时候别说，哎，为什么我两边是糊的？不是糊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花。这是一个黑色 T， 然后我是 XL 码，我身高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在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我穿上身一个黑色的短袖的效果，这件很好看啊，我说实话，而且这件也是完全非常常规的款式啊，不挑人不挑风格，你怎么搭都可以搭，怎么穿都可以穿。这次是短袖给你穿什么这哦不对，那你觉得我穿这个吗？白色，你来过来跟我站一起看一下。这件是白色啊，这件是白色的，是一个就是你买回去当情侣装啊，是不是很好看、啊，白色也没有了，上次寄给你的没拿回来，到底拿没拿？拿了。白色也很好看啊，它这个花也不是说很突兀啊。给我老公买一件，可以，你这个就是给你老公买一件，你们两个穿着情侣装出去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是他的吧？每个人都很羡慕。这个等下下播给我带回去给胡一凡穿。
我这边给他，对，一会儿让女生模特试一下她身上这个 M 码吧，因为 S 码的真的是找不到了。对、哦，不好意思啊，真的，就当时记得是有的，拍的时候也在，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拍的时候就不是谁在说谎，怎么不剪啊？拍的时候就没。反正那个叫什么短袖啊，短袖大家反正夏天都得穿的，对的对的，无脑买就行了。对啊，他就是看一个版型，然后看一个这个质量就可以了。这件就很常规的一个款式啊，很常规的款式。对。背后也没花，没有印花啊。对，这个反正就是夏天你怎么都能穿啊，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顾虑啊，没什么顾虑。我把我这件衣服给他穿的试一下，好吧？现在让女生模特给大家试一下白色 M 码啊，真的很好看，短袖。一开播就下单判没有这件，哎呀，不会的啦，不会的啦。现在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售罄啊，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再看一下。186两百斤可以穿吗？186两百斤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这短袖也是有弹性的，然后也是很大的。你看我穿的话，我两边其实都是空余出来很多的。你就是186穿可以，再高一点的话就不推荐了，可能会有点小吧，我不知道，看你们喜好吧。反正肯定是可以穿的，我告诉你，肯定是可以穿的。另外一款啊，这两款衬衫，这两款短袖的版型是一样的，这两款短袖的版型啊、尺码啊，这种参数都是一样的，就是图案上面的差别啊，就是一个图案上的差别，大家就是可以共一起参考，尺码可以一起参考，好吧？比平时买小一个码，估计刚好，可以的，可以的。然后短袖很就是版型非常我穿另一件短袖。好，你试试这个，可以的。怎么这件没有我们了？因为我们手里现在这个短袖的码不是很全，它就做的有点那个，它稍微工序有点多，有点麻烦，有点慢。小助理试试短袖 XL 可以吗？可以啊，身上穿的就是一件 XL 吧。我穿的 M 码就是宽松的感觉，现在就是他穿 M 码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S 码的话就是差不多这里短一点，对吧？稍微短一点，然后稍微瘦一点，然后袖子可能会也会短一点，肩膀这里再收一点点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手里 S 码不是很全，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M 码的效果。 M 码，这是 M 码。 对， 对，我穿就是有点宽松，其实我穿 S 码应该正好的，但是不见了，不见了。像这个白 T 也是，你就是搭个那种瑜伽裤啊，对不对？搭个那种裤子，你去健身上跑跑步啊啥的，都很，对，很清透，对，可以加牛仔裤，看见吗？我他没带牛仔裤吧？我穿了一条牛仔裤，但是我那条裤子不是很好看。哦，没事，我侧面看一下哈，侧面看一下。白色会透不透？完全不透啊！我们这一款短袖的白色是完全不会透的，两个款式，包括那个字母款，包括这个款，它是都是完全不透的，不会透任何东西进出去，因为它克重比较高，它这个料子比较稍微会厚一点点，不是那种我之前穿的那个白 T 会很薄，它会有点透。白 T 可以搭一下粉衬衫吗？白 T 搭一下粉衬衫，白 T 现在稍等啊，等。稍等啊，老铁们，等那个女生回来之后，给大家搭一下粉衬衫，黑 T 套一下白衬衫，黑 T 套一下白衬衫。我穿一条，我今天穿一条加绒的牛仔裤。穿一条加绒的牛仔裤。对，有点奇怪，不在一个季节。但是蛮好看的了，这样搭也蛮好看的，穿下黑色的 T 太大了，它那个，你这个是什么码？我是 XL 的。XL， 我穿 M 码都有点大了，它那个 XL 应该算不了。在它身上。一会儿给你们试一下黑色另一款吧，这一款是目前只有我这一个码。你去搭一下那个粉色衬衫给他们看一下。这就是黑色 T 搭白衬衫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搭白色会好看一些。
但你如果想这么大也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啊，也是我觉得还可以吧。嗯，还挺帅的啊。嗯，还挺帅的。但是裤子你可以不选这种颜色，就你可能现在身上颜色比较杂，你可以选一个这种黑色的呀，深色的裤子，对吧？像那种黑深色牛仔裤可以试着搭一下。那、这就是粉色衬衫搭白 T 的效果。沉默。好看的啊，也是好看的。看一下另外一件短袖，好，来吧。另外一件短袖啊，现在他身上穿的是 M 码，他现在穿的是 M 码的 M 码，对，他身高1.78米，体重60公斤啊，穿的是 M 码的，一个效果，其实也很合身，像喜欢宽松一点的，大家可以拍大一码。这个也是那种很简单的款啊。对，嗯，然后这件就是虽然前面有个字，然后呢后面是一个这样子。这样子一个大的甜甜圈的鸭子，可以参考一下、对，也是很好看的。对，如果你喜欢就是背后没有图案的，你就拍那款就好了。对，可以给大家近看一下，我们这个印花质感是非常好的，非常显色、非常高清，非常高清的一种感觉。给毛毛，黑色难免有点，因为我们没有粘好。它这是一个蜡烛啊，是一个蜡烛的感觉。哎，大家看一下这边，你这印花是非常高清的啊，非常高清的。嗯，这其实是个游泳圈吧？4K 的那个叫什么？4K 啊，4K。对。他身上白色 T 是什么码？嗯，你身上白色 T M 码的 M 码的，他身上的白色 T 是 M 码，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个是 S 的。让他给大家试一下 S 短袖是什么效果啊？身高1.75米，体重150，那就穿 M 码吧，穿 M 码吧。对，嗯，差不多 ，M 码差不多。Kita 可以穿上黑 T， 黑 T 是什么？你自己来吧。好的。他那个 T， 他穿那个 T 是什么？我穿一下黑 T， 我穿的就是黑 T 啊，老铁们，我穿的就是黑 T 啊。我现在穿的这两个黑 T 上身的效果是一样的啊，上身的版型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图案上的差别。对，只不过是图案上的差别啊。两件的版型都是一样的，穿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图案的差别。这件可能就常规一些吧，然后因为我想给大家保留一款稍微常规一点，再保留一个稍微可爱一点的，所以给大家设计了一个这种后背有图案的啊。印花会掉？不会掉啊，完全不会掉。你们买过我们家以前衣服的都知道，我们以前的衣服印花也是不会掉的，我们用的工艺都是一样的，它不会掉啊。168 120斤，120斤还是120公斤啊？一神经，他写了120克。你这没懂。120克是很瘦啊。错，120克。我这个是 S 码，120斤，120斤的话，168，你穿 M 啊 ，S 码都可以。我说实话，你穿 S 码、M 码都可以啊。怎么？多大了？我身上的。多高来着？168，118斤。S 码估计遮不了，我现在就遮到屁股下面一点点，我屁股在这儿。我下面在这儿，你看现在，现在穿 S， 对，你想完全盖住，你穿 M 也是可以的，因为你有这么高，162、120斤短袖 S、M 都可以，主要看胸围。然后它这个还蛮宽松的，我这个里面还穿了一件呢。嗯，这是白色 XL 啊，白色 XL 的。一个效果。有啊。有图案。它是两款，有两款不同的白色。对，这款是前面是这种小蜡烛的，它后面就是有印花的啊。166。他去穿了，他去穿，小助理去穿了。大胸可以 M 的，可以穿一下黑色吗？可以，等一下。
怎么都可以啊。这个大牛仔外套好看的。它其实是很那个的啊。牛仔外套很好穿的，我今天就穿这个来的。牛仔外套上次就被他带走。啊，被我偷偷带走喽。黑色 S 码有吗？黑色 S 码的好像是没有住。像是没有，因为他快递正好没到，明天就到了。那我们所有的短袖的其他的码，所有短袖的其他的码明天就到了，今天正好就没到，烦人。157130穿什么？157130的话是什么？这个短袖吗？157130的话，你看一下胸围吧 ，S M 左右，不用追求太那个。现在是小助理上身黑色 XL 码的效果啊， XL 码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的，牛仔外套你等一会儿吧。可以的，这个是黑色 T 的效果，看背后很显瘦啊，这件很显瘦，版型很好，真的很显瘦，是的 OK。 就是你搭一下牛仔外套给大家看一下，你来吧，直接来。黑色，让他给大家试一下牛仔外套啊。小助理是1米58，140斤啊，1米58，140斤。这是外面搭一个牛仔外套。这个牛仔外套可能有点小，因为我手里的码不全 ，XL 码现在目前我手上没有。这件大概是一个，这件是，你上次穿走的什么？你不知道，看、哎、我兜里边塞了个纸条。啊，我洗过了这件。啊，你把你这个给他穿，他穿的是现在是 S 码的啊。你把你这个脱给他看一下，对呀、啊。这件是 L 的，哎，我怎么穿个 L 码走？对啊，你怎么把 L 码穿走了？纸条都被我洗坏了。是你的，你穿这个，是 S 的。但那件我穿着蛮好的。我去。对，这件是一个 L 码，这件跟刚才比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比那个会稍微宽松一些啊，这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没事，你把手垂着就行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效果。牛仔衬衫搭一个黑 T 的感觉，两款 T 恤的版型是一样的吗？版型是一样的，两款 T 恤版型都是一样的。它就上面的印花会有不同。对对对，好，可以。那版型是一样的。你把这衬衫给我。你穿一下牛仔。我给大家试一下牛仔。但这个牛仔真的很好穿，我穿回去那个 L 码我都能穿。这件牛仔是给大家加了80%的棉啊，78%的棉。它整体穿着是会很舒服，然后版型也非常好，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刺绣的啊，这个不是硬的，这是刺绣的，是软牛仔，包括后面这个颜色啊，包括前面这个字都是给大家刺绣刺上去的，很软，这件很软，不会硬啊，大家单穿也没有问题，单穿也没有任何问题。 XL 是不是超级大？你是多高？我里面的短袖是什么码来着？ S， 里面是 S 的，不是 S 的，配 S 的外套。对，但就底下就不要配黑裤子了，就有点奇怪。我这裤子真的有点厚。S 还是 M 啊？这里面有纸条。没有纸条的应该是 M， 没有纸条应该是 M。还有一件呢？还有一件我他打版的时候寄回去了。那就现在是 M。是的，这个穿着是很，哎呦。很有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水洗牛仔啊，那种很1米65，120斤 ，S M 都可以。看背面是个纯色啊，背面是没有任何图案的。我身上短袖是 S 码，然后现在我身上的牛仔外套是 M 码。因为我说实话，牛仔外套如果做的太花哨的话，就没那么好看了。是，所以我们尽量就保留它一个好的版型，然后好的材质的情况下，给大家点缀一个这种图案啊。这个刺绣也是非常有质感的，这个刺绣它不会说很廉价的就给大家喷涂上去啊，是包括后面这一片这个蓝色啊绿色啊粉色的花啊，我们都是全部都是绣上去的。我的牛仔外套是 M 码， S 码现在寄回去了，现在没有 S 码。
对的，170买 M 码都可以。然后我身上的衬衫是 L 码啊，因为 XL 的我这里也没有，暂时 L 码的，我是187穿 L 码的一个效果啊，给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短袖配这个牛仔衬衫，嗯。他现在是他吴老师现在身上穿的短袖是 M 码的，然后搭一个 L 码的衬衫，牛仔衬衫给大家看一下。我身上颜色有点多呀。嗯，多吧。Me too。这个你还是下半身，要么只穿个牛仔裤啊，穿个同色系的牛仔裤，嗯，或者穿个黑色的裤子，运动裤都可以。只是就是错误示范。对，我们两个是错误示范啊，身上颜色最好不要超过三种啊。看上半身就行，对，看看上半身的搭配就好了，看上半身的搭配就好了。哎，怎么老是歪的，我一点分不清左右了。对，看下上半身的搭配啊，我身上的短袖是 M 码，对，我身上的短袖是 M 码，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个牛仔外套是 L 码， L 码，这个衬衫反正就是百搭，真的是特别百搭，各位。因为之前就有人说让我们出一个牛仔，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出了一个牛仔衬衫。这个反正也是，怎么说，春夏秋都可以穿吧。你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下点雨啊，或者怎么样啊，起点风啊，可以把它带出去。就是你白天冷的时候你穿，有的地方温差比较大嘛，你白天可以带个这种小的这种小衬衫，可以带出去。然后你热的时候脱下来，脱在系在腰上也可以，对不对？你把它拿着也可以，都可以的。其实这一季的都挺百搭的，我这一季都没有带什么搭配的衣服，就随便什么你都能搭。对，你也不用就是买回去的衣服也不用，就是说用很多裤子去把它搭起来，你反正就是都可以搭，怎么穿都行。鼓起来吧，哪里鼓起来？哪个地方鼓起来了？这里吗？它这里是它的肩线，它就正常的它都会有一点点，但 它, 对，它这个是大一些，它穿的是不是 S 码？它这种都会稍微，就是它这种一般你洗了，你拿一加正常量，它是不会全变形的，因为这不是那种很薄的针织。嗯，你穿的是 M 码吧？对，它穿的是 M 码。牛仔外套是 M 码。对，它穿的是 M 码。XL 没有了，怎么这么大的码没有？牛仔外套 XL 卖完了。嗯。真度假度，真度假度，你们都好高啊！弹错了，弹的短袖没错。哦，这机洗后不容易皱，它身上这件就是我洗过的，我上次就是直接穿回去了，穿回去我就洗了，洗了之后也没有皱，也没有掉色。这么高的吗？你们都？读呀！没想到 XL 是最新卖完的啊。牛仔的 S 码他们现在寄回厂家了，现在手里没有。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相当于是比他这个要小一点点啊，比他穿的上身的这个要小一点点。我也买了 XL 给我老公穿， OK 可以，你看好，你们老公都很高。哦，原来你们老公高啊。天怒，反正这个牛仔外套就是你怎么搞都行，怎么搞都行，你系在这个身上，系在这个腰上都可以。这什么吧，L 码，好，让他穿 L 码试试啊。啊，这是要下播了，要睡觉了。睡觉了。我全买的没 S 码，没得考虑是吧？我正在试哦。小土豆不考虑，每次都是 S， 那也好啊，就不用考虑了，直接 S 码冲起来就可以了。哎，我没货了，都这么高。还好，比王宝矮，比你的王宝矮一丢丢，哎，那也很高了。男孩子过1.8米就已经很高了。是的，南方都没有什么高个子男生。是的吧？都是小土豆。我穿的是 M 码，我现在是1.78米，我穿 M 码也可以。就说你 XL 如果没买到的，你买 L 其实也能穿，因为你看我现在穿 L 码也是可以的。我穿这个，哦，这个是 L 码。我这个是 L， 你身上是 L。哦，我穿的 M。我不穿 L， 穿 M 也可以穿得了啊，也是正正好好，也不会小。扣都是金属扣哦。对，扣子都是金属扣。包括我们袖子的扣都是。我穿 L 就袖子长了点，但其实也是还行的，因为这个我就上次就直接被我穿回家了，我觉得很舒服。好的 ，L 也没有了。回家啦。L 也没有。嗯 ，XL 和 L 都没有。
1.63米九十斤，我觉得你穿 S M 都可以，因为我穿 M 就还蛮好的。你想要它稍微修身一点就 S， 1.63米九十斤 S M 吧 ，S M 都可以。然后也没有了，记得带走睡衣。OK， 谢谢你的提醒。等下那个黑 T 我要带走。睡衣呢？看过了吗？还没有，他们去换去了。M 还剩三件。我现在穿的是 L， 就有点大，但它这个真的蛮舒服的，就是软软的那种牛仔。而且它这个里面，我上次是配的一个那种灰色的长裙，也很好看。然后你配那种短裙啊，配牛仔裤都很好看。马上下单 S，OK，M 也没有了。小冠出现了，宽松显瘦，对它这个料子是真的很舒服，就是很百搭，而且你底下配一双那种洞洞鞋啊都可以。好，睡衣来了，睡衣来了，终于把你的丑鞋给换了，好看，丑死了。专门去换了个拖鞋啊，给大家看一下睡衣。哦，恭喜恭喜。然后我穿的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小，因为我穿的是 L 码，我没有穿 XL， 因为我手里没有 XL， 我穿 L 码给大家看一下。加因为是睡衣嘛，所以不厚。加货不？加货，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加货。目前为止就这些库存。怎么牛仔外套牛仔褂子卖的最快？小冠，小冠，真是想不到呢。嗯，直接晚安了老铁们，因为这个睡衣就是给大家做贴身的感觉啊，所以包括裤腿啊这种都是很贴身，但是我们这个睡衣很有弹性，你如果说体重你稍微大一点，嗯，就是把它穿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穿什么？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睡衣非常非常舒服，非常非常舒服啊！大家看一下，很有弹性，很舒服。啊，你这个贴身没有任何问题啊。小六屁股，牛仔外套没了，对，牛仔暂时没了，牛仔暂时没了，牛仔暂时没了，暂时没有啦。预售啊，这个我们考虑一下吧，如果有预售我们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开预售链接好不好。好，牛仔外套我们就是去问一下问一下，因为它的工期比较长，我跟你说那牛仔是最难做的，那牛仔是最难做，所以我没做很多，然后那牛仔要等非常长时间，就是我怕大家到时候不愿意等，因为那个它最少啊，最少我估计都要20多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好，我们那个也是很提前就开始做了，因为没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因为怕大家觉得买不想买这么厚的，所以一时间没有那个，越说越想，我愿意等。这睡衣啊，哎呀，非常舒服，感觉直接就睡觉了。我是床啊，嗯，哎呀，舒服的要命，哎，在家穿的这老得劲儿了，老得劲儿了，老得劲儿了。但是裤子稍微有点短了，因为我穿的 L 嘛，如果穿 XL 的话，我这个裤子差不多就是能把这个脚踝盖住。买了 S 码不合适就给闺蜜穿，这么恨她。这么恨她也可以了。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试她这个没有我的码，我要穿她身上这个码。对，等一会儿我脱给她，对，她脱给我，然后我试给你们看。还有我的拖鞋不要了。百搭啊，百搭啊，百搭！睡衣出，睡衣通行风。晚安啦，大家。晚安啦。对，现在都是现货，一周内发货啊。对，现在都是现货，一周内都给大家发了。对，能拍到的就是拍到了。对，这个反正拍到了。非常可爱，老铁。拍到就拍到了，没拍到就没拍到啊。对，非常的可爱。我是 S 码，这个真的很舒服，而且它不是那种很舒服很舒服，它不是像那种有的棉的它就很容易皱，然后 你洗几次它领子就没型了，但它这个料子是什么料子，反正就是不太纯棉的，纯棉的就不是那种，你们看这样它也不会特别皱，就有点滑滑的，然后弹力特别大，非常非常贴肤。它穿是 S 码，
他穿的是 S 码 ，S 码的效果啊，纯棉，你去看看面料。谁推一下？哎，我穿的是 S 码。上面看不见，脖子上面看不见。这次有小礼物吗？这次买睡衣和棒球服是有小礼物的哈。买睡衣和棒球服，就我身上的这个睡衣和上一个季度的棒球服，买这两个是有小礼物的，只要买199，不用备注任何东西，我们就会给大家送。你感觉这一季如果不适合你的话，你不要买。对对对对对，这季如果你不适合的话，就是不强求，没有说非要买啊。对对对，这个，你如果感觉这一个季度觉得不符合你的审美的话，可以不用买。对对对，我们的所有衣服都是说咱们就是给喜欢的人买啊。对对对。这个你们也知道风格比较多样，也没有说你是喜欢啊，就只是可能这一次不是特别适合你。对，不是特别适合你，不是特别适合你。对对对对，牛仔衬衫咱可以不买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以前的风格都跟现在可能也完全不同啊。对，所以看个人喜好啊，看个人喜好。对对的，对的。以前那个按需购买，没有必要说为了就是我不喜欢，然后我但是我很喜欢你们，我就想买一单，不要这样，因为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买衣服自己喜欢自己开心最重要，不要说为了我们去冲销量或者怎么样，没有。没有任何这种啊。嗯嗯嗯嗯。对，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那个 KPI 啊。对，我们也没有 KPI 啊。我们就是我们也是老板，我们也不是员工。这个做不出去就是烧了呗，一把火烧了。没事的，卖不出去我们就烧了啊。卖不出去我就捐给那个山区儿童，都可以的，没关系的。对，那个叫什么牛仔衬衫好像只有 S M 了。是吧？对 ，S 和 M 了，就是 L 叉 L 没有了。172以下穿 S M 都是可以的。嗯嗯。就只要你不是特别高，因为牛仔衬衫也不是很特别修身那种款式。嗯嗯。就是比较偏宽松，因为我是两个码也都可以穿。嗯。就比我高的也可以，只要不特别高我都可以。让他给大家试一下这个睡衣。啊、哦，我去试一下。啊，只剩我一个人吗？应该聊。嗨。牛仔下架了，他们好像在问会不会补货。这样在里面了吧？字母黑 T 没啦，牛仔走近看看。这样。牛仔没有，牛仔是真的很舒服，我等会儿还要把它穿走。什么？我就穿那个来的，我不穿走，穿什么？要穿内衣吗？这个你在家当然可以不用穿，但是我里面穿了一个这种带胸垫的一个吊带，就它也看不太出来，因为它挺贴肤的，就是也不是那种特别薄。零元购，哈哈哈！我现在穿的是 S 码 ，S 码我觉得很合身，就裤长也刚好，因为我现在裤子穿的比较高，但是裤长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你底下在家肯定穿拖鞋嘛，那我没有带拖鞋。优惠券没了吗？还有吗？优惠券。嗯。这是会员价，每个人都可以用一次。哦，会员价每个人都可以用一次，关注店铺。1.85米睡衣穿多大？叉 L。叉 L。你可以换个号码。喜欢简约风的，对，我觉得那个字母 T 还蛮好看的，就是胡宇帆也会喜欢那种，因为他就每夏天都穿那种 T。胡宇帆谁啊？胡宇帆是那股吧？不去了。牛仔还没抢就没了，小礼物是之前的，小礼物是之前的啊，这不是，是八号链接那个，这是我的水，给我喝一口。飞渣，嘿嘿，笑死，飞渣，真的很可爱啊，这短袖，笑死，不是短袖，真的是睡衣。就是一阵穿老舒服了，老铁，真的好舒服。这就是一个正常1.78米，它就是正常适合自己的码数啊。对，裤长也正好，衣服也正好，裤子也正好，不会拖地。
不会拖地，然后也不会说就是露出来。对，不会拖地，就是你这样走路啊，或者你穿拖鞋走啊，你的这个后面不会被踩烂啊。对的对的。对，后面不会踩烂，真的很可爱。因为你这个叫什么？你主要是你在家穿，在家穿就是你穿什么无所谓，只要舒服就行。对。对吧？你在家穿，你穿什么样子，其实都不会那么在意啊，也没有人在家里会看你，但是穿着很舒服就行了。对对，穿着很舒服就好，这个真的很舒服。是的。你会不会张元英转圈？不会，你会吗？他的剪这个位置。傻逼看啊！你来转。试一下，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只有我会啊！试一下。你们真是太 low 了。low 死了。那你再转一个。手机放裤兜里会不会往下掉？你让我放一个手。感觉会耶，但是一般不会在睡衣口袋里面放手机吧？好像也还好。你要实在想放也没事，都是在这儿呢，嗯啊，不会掉。哎，如果你要这个样子，还会有点往下扯了。那何必要跳呢？走两步得了呗。如果你在家里装着一个手机跳绳的话，还是算了，老铁。走两步得了。给我放一。你还是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走路无所谓的，你看这个走路，哎，没事的。哎，没事，你看走路没事的。你要知道这个样子就是，内裤子掉掉是吧？对，你不能在这跳啊。嗯。走路没事的，是吧？确实不会。确实不会。就是、不好看，谁会在这里放个手机啊？对啊。都是拿手上。因为你这个样子的话，你就是你的腰是就是我们腰是那种松紧带的，对，这种松紧带的，它不会就是说特别松。对。但是也不会特别紧啊，不会特别松，也不会特别紧，它不会就是说你这样跳跳跳，你裤子跳掉了，不会这个样子。它其实很有弹性啊。嗯。哎，我怎么扯出去呢？很有弹性啊。很有弹性。很有弹性啊，怎么穿都行。哎，你就看不到了。哦，拿着。牛仔没了，牛仔卖完了。哎，肚子露出来了。很有弹性啊，很有弹性。牛仔衬衫四个码都没货了啊，老铁们。抹了骨。都没货了，下架了。销冠，销冠。毛衣的 S 码还会补吗？怎么支持？哪个毛衣？这个是我没想到的款。这个吗？还是这个？是哪一个？是毛衣吗？还是这个？哦，暂时不会啊，只缺一个码的应该不会。牛仔衬衫还是有很大的几率会补的啊，老铁们。牛仔衬衫还是有很大几率会补的，毛衣它只断了一个码，暂时不会补。这件我也很喜欢。大家可以看看别的码自己能不能穿。牛仔衬衫四个码都没有了吗？对，四个码都没有了。这个可能啊，可能过两天可能会陆续的，可能有几单会放出来，但这个我没办法，只能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了，捡个漏什么的，看有没有人可能他拍下他退掉了之类的，对不对？这个可能到时候看一下吧。我不知道牛仔衬衫卖的怎么好。我也不知道，没想到。我以为是衣服卖的好一些呢。对，好看是好看，但是不是怕大家觉得热吗？对，我的牛仔衬衫呢，给我藏起来了。不知道啊，烧了。刚刚已经就是说，刚刚已经是把你那一单就是顺丰寄出去了，让他卖。绿色背心也没了吗？绿色背心也没了吗？是，嗯，码没了吗？还是？你到哪没得？你查不没卡？啊，绿色背心断了两个码哦。我。绿色背心目前只有 M 和 XL 码了，老铁们看个人咱们需求啊，去买一下。看来还是喜欢小清新的多啊。嗯啊，是不是？喜欢小清新。蓝色也很好看。你想看一眼短袖配绿色背心，可以啊，蓝色短袖配绿色背心，可以的。还好买了。姐妹们，给我留两件吧。正好拿到绿色背心，给大家看一下，这件很薄啊，很薄，就是看，它就是揉起来小小一团儿，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厚啊，很薄，很轻薄。拿快递就可以这么穿。都买回去整个睡衣趴啊，睡衣啊，都穿一样。都穿我们家的。绿色背心啊，绿色背心配白色短袖。哎，有人说要看啊，看戏啊。
珍珠很好看，很好看哦，很清新，很清爽，珍珠很好看。我这个我出去玩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就是带着拍照，这个真的很好看，对吧？你去那种游乐园，就去迪士尼，我天，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要是出了这衣服，我绝对把带上拍照。迪士尼，真是可以穿着拍照啊！肯定就是肯超级好看，这个你想想，我的绿色背心是 XL 码，我的短袖是 XL 码，这两个都是跟我非常合身的尺码啊。就是我拍和就是我如果说我是一个顾客的话，我去拍我一定会拍这两个码在上身的一个效果。嗯，你想他这个绿色背心里面穿个衬衫，打个小领带，打个浅色小领带，不晓得多好看啊，超级学院风。那牛仔的没喽，牛仔没喽，绿色也没了啊，一件都没了。绿色怎么会没有呢？啊，我穿什么什么就会没吗？我现在立马就把上个季度衣服了。绿色真的没了，绿色没了，哦，绿色真的没了，一件都没了吗？快点把绿色换下来，穿蓝色啊，蓝色也很好看，蓝色也很好看啊，对啊，买了没？Oh my god！ 蓝色去哪？In the new meter, trouble maker. 黑心两面印花 T 穿了的，那个已经过了。另一件蓝色是吧？另外一件蓝色背心。我穿蓝色，那我要去换。我穿这睡衣挺舒服的。我也是，能不能别让我换了？我就穿这个了。这有没有床？我直接躺睡觉算了。真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啊！我们家的这个睡衣真的很舒服，真的，你买回去试一下就知道有多舒服了。穿了感觉没穿那种感觉，很适合那种喜欢裸睡的人啊。对，蓝色也很好看啊！我天哪，蓝色很好看啊！大家快把蓝色也买掉吧，早买早早享受啊！到时候别蓝色也没了，哭都没地方哭。这件确实也蛮好看的，这件也很好看啊。嗯，我没带领带，如果里面搞个衬衫，搞个那种蓝色的小领带，肯定很好看。对的，对的，有那种哈利波特的感觉啊。是的，能试试睡衣吗？想给你爸买一身。你想给你爸买，为啥非得我试呢？不是，不是，为啥非得我试？他睡不也行吗？应该你高一些吧，他爸可能高。我是这个，你给你爸买个这种全身都是小鸭子脚印的那个叫什么？你妈会怎么说你爸呢？给你妈妈也买一套。对，妈第二天说：“哟，我们家的小鸭子回来了。”哎呦，哎呦，这是，但是也可以啊，你养你爸了，不挑人啊，不挑人啊。对，给家里爸爸妈妈穿都非常合适。确实，确实。给爸爸买就给妈妈也买啊。确实，确实，不能只给爸爸买，偏心。对对对。啊，不能只给爸爸买啊，要给妈妈也买。如果单亲家庭的话，咱就自己也再买一身啊。啊？再自己买，自己买。你是不是什么鬼话呢？在这里扇自己一巴掌。如果你就是。有他有那个叫什么？你爸如果有1.87米的话，我可以垫个脚，垫个脚差不多。对对对，裤子垫个脚吗？我穿的话差不多，裤子就是这样的，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飞起来啊，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我换这个就是老麻烦了啊，暂时先不换了，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你就是我穿，这个是我穿 L 码的效果。我穿 XL 的话就跟他现在穿 L 是一个效果啊。嗯，就你如果你爸爸跟我一样高的话，你就给他买 XL 嘛，没有任何问题啊。也是，相信我，也是这样子就高了啦，这样子高了啦。蓝色的背心1.70米110斤，M 码可以了，1.70米110斤，对， M 码可以了， M 码可以了。短袖 XL 没货了，它这个就是如果只有一个码没货的话，就是暂时可能暂时不会加，如果全没货了，可能考虑补一下、啊。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一补的话要补很多件，你知道吧？对，我们补的话就要补很多件，如果卖不掉的话就很贵。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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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蓝色也很好看啊，大家可以就是再选一下蓝色吧。嗯， yes. 还有刚才那个奶蓝色，睡衣 M 码，女生140斤可以吗？你多高啊？按理来说是可以的，按理来说肯定是能穿的 M 码。肯定能穿140斤，这个睡衣弹力还是蛮大的。嗯，这个睡衣特别显富贵啊，穿了会发财啊。耶！别的我不多说了，嗯，穿了会发财。嗯。好像真的有点困
我想不想那种，就是说那种土豪，就是那种，像收租，就是这里就对，这里别一把钥匙，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买车。别人说你要开什么车，我是劳斯莱斯。别装了，钥匙拿出来一看，今天还没有收租，一买等发财。当然是可以的，黑色的双面印花体。那个桌子吧，双面印花就是正面是那个，反面是小鸭子。白 T 加白衬衫试试。小助理，黑色短袖穿多大码的？牛仔外套很大概率会补货哦。可以试一下背心吗？等一下吧，这个睡衣穿着蛮舒服的。等一下再换，先看他们穿。不发财找你们，好的，我不发财也找你们。啊，不是白 T。白 T 配白衬衫。好。不发财找我们，行行。是补助是吗？我其实也希望你发财了。发财也可以找我们哦。白 T 加白衬衫。我大哥不用买，我直接零元购。白 T 加白衬衫的效果、啊，帅鼠啦，帅鼠啦，很好看啦，帅鼠啦，好看的。很中锋的一件小白衬衫，它就是很有那种飘逸的感觉啊，你就是那种海边呐、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就是哎里边穿个小背心儿，穿个小裙子，是不是搭个小白衬衫，风一吹，吹起来，老美了啊，老美。啊、你把它这样拼内穿衬衫加白 T 这样穿这个打个结、就是、衬衫穿在白 T 里面吗会不会有点奇怪衬衫穿白 T 里面你看这个衬衫是偏宽松的哦它不是那种那个的 对它不是那种很修身的你可以穿试试呀万一还可以呢哦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大家可以就是什么搭配大家都可以试试哦你们不是要看那个双面的那个黑 T 吗哎屏蔽我的裤子不就行了吗吴老师在散步呢屏蔽一下吧我平常就可能会这样子去我平常可能就会去这样子出去拿快递啊对啊对啊我下个楼开始拿快递怎么了是不是是不是是第六八衬衫120 SM 都行如果你想要它盖住屁股就得要 M 如果不想要那么长就 S我跟你说这个浅蓝色啊这个奶蓝色就给人一种很年轻的感觉很有活力的感觉嗯穿上我都变大学生了对啊秒变大学生了秒变大学生包租婆穿搭包租公穿搭啊你看我们俩站一起我特别像他在外边找的那种那种哎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不东西都不要说啊！大学兼职生帮他收租啊！对对对，我说哎哥，我帮你收租吧，大学生毕业。对对啊，笑死了！别我这样子，他这样子，我这样子晚上出去，别人说哎呦，这个穿睡裤的人真有钱，看着。哎，不也不符合啊，也不符合，看着很有钱，嗯，是吗？这也不符合吗？不符合，有钱也不符合啊！不行不行，不能这么说。好吧行吧这样也不符合这样也不符合、哦、这样、哦、哎呀什么都不符合呀、哎、好难搞确实很富贵我们这个就是发财的小脚丫啊发财的对小丫穿不了这么年轻的背心其实穿上还挺那个的挺嫩的你可以在外面也在可以但现在可能穿不了了你冬天可以在外面套外套也是好看的对的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个牛仔衬衫我觉得牛仔衬衫是真的很百搭这个衬衫过了你让人买啥哦那就等待不过吧发财的小睡衣这件很好看哦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吗这个没有 S 了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吗蓝色这个吗这个没有 S 了吗我不知道牛仔外套没了那个蓝色格子比较百搭对对对那蓝色菱格确实很百搭对的这件确实很百搭了怎么搭都好看搭这个除外啊、嗯、搭这个也好看啊黄色黄色的瞎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斗子什么时候上新
斗子现在已经有一批上了，能发的都上了，其他的要等到货。那你们快去那里抢牛仔外套去，快快快快！同步的啊，库存都是同步的，这边没有，那边也没了。Sorry。啊，我身上这个 S 没了，那咱就考虑大一点的吧，因为比较修身啊，你大一点也能穿啊。你要实在特别特别瘦小，那就可没办法了。我最喜欢的是牛仔外套和那个灰色针织，真的很好看。版型特别好，就是你们冬天喜欢买那种针织的，你们就会知道这个版型有多好，特别是这种戴帽的，这个版型真的很好。你知道现在挑一件就是比较挑一件图案好看的、设计好看的，就是很简单，但你要挑一件版型好的，真的很难得。Yes, 真的很难得。Yes. 像我们买衣服这么长时间，能真的说出来版型好的衣服，买十件衣服八件是丑的，能说出来真正版型好看的其实很少。对，那这个是真的不错。这个如果你说你实在太热了，你实在是穿不了，那就咱没办法。如果你说哎，我可以留着秋天穿，对不对？那咱可以提前说是买一下，不然你说到时候你说秋天再买可能没货了，对不对？你其实现在买的，你有时候下雨天呢或者怎么地的你也能穿。如果你一年四季都很热，那咱就算了，好不好？短袖是预售的吗？是七天内发货是吧？都是七天内发货，所有都是七天内发货啊。牛仔外套什么时候补货？我们要下播去讨论一下啊！现在暂时我没办法一时之间给出大家结论。我现在帮你们问，等会儿就上。因为还要去跟工厂沟通啊，就是再去看一下大家需求量。这个月还可以穿，快发货！这个月肯定能让大家收到啊，放心。就是你们如果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这个月一定会收到。会出裤子吗？暂时不会啊，办公空调冷的要死，等那个牛仔外套一补，赶紧搞一件，或者是买件白衬衫、粉衬衫放在办公室里穿。嗯，那个就是那种夏天，因为夏天你也不会，就是其实你在室外的时候嘛，你也会穿一件防晒服的，它这个就会比防晒服要好看，就是然后你到室内你就一脱。看看 T 恤。来了，白色的 T 恤啊，白色 T 恤。夏天空调房很冷，对，你也可以搭一件那个。想问一下，短袖会缩水吗？不会缩水啊，不会缩水，我们都是那种水经过水洗测试的，都不会缩。它那种特别薄，就是特别差的质量，那种可能会缩水，但是它这个你们看克重就知道了。它不会缩水啊，就是、这个面料。这丝毛衣真的很好看，对对对，真的很好看，对对对，有点厚了，主要是它的料子也是那种软软的，对，然后这个灰色也是那种浅浅。牛仔能加个预售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一会儿下播之后去讨论一下，然后给大家加一些预售，好吧？都换掉了。你在吃什么？这瓜。这样搭也很好看啊，但是这个是有点厚，毛衣上身稍微有点厚。好，我是给大家上身看一下。哎，这件 T 恤还蛮搭这个衬衫的，看，嗯，能看上牛仔衬衫吗？可以的，等一会儿我们先把这个针织穿一下，我来当你们的中控，把椅子给我搬过来了。你要想有人给你搬椅子，怎么放下来啊？不知道。灰色啊，灰色的毛衣，刚才左边主播的短袖是什么码的？我穿的是 M 码的。M 码的哈。M 码都。我穿的是 M 码的短袖都。扣一看看名义，这个他们现在也不那个，他们等会儿要去跟工厂谈才知道。对，我们要谈一下哦。对。然后如果能开预售就给大家开，好吧？对，这个、到时候看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叫什么？预售数量达了多少？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量太少的话，我们做不了，灰色毛衣达不到起订量。可以试一下吗？灰色毛衣刚才试过了。对，还想再看一下是吧？这个是吗？还要不试一下？主播来个转张元英转一圈，看看后面你是指哪个主播？不是你。是你啦。我想看你转。我不会转。转一个。好好看，好像是要街舞。
就感觉在扫地。很好看啊，很好看，快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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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完了吗？买完了，下一期。没有，我要下班了。哎呀，还有什么其他的想看的？小助理再给大家试灰色毛衣啊。嗯。都行，就是不想看你的臭鞋。谁说了？是你自己说的吧？我鞋子很好看的，好吗？你别，这鞋子真的很丑。新买的鞋。多做一点可以放在淘宝慢慢卖，对，他们要下播之后才去谈，就大概率是会补的。慢慢卖的话就是。就现在也不能把话说的太死。嗯、对，不能说的太死啊。嗯。你看看自己不抢，现在卖完了。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呀？怎么跟顾客说话呢？抱歉，是明白噻。请多多支持我们。啥也没有，你不是说嫂子是同步上新吗？你说啥也没有。啊？怎么翻白眼了？他刚翻你白眼了。没事，这可以买，就在这儿买嘛。对啊，这可以买，就在这儿买呗。这可以买，就在这儿买嘛，没什么区别的。啊，抖音不行啊，抖音不行啊，抖音现在上不了。不可以说那个。啊，抖子不行啊。肘子目前没有，他我们仓库那边没有加工完，所以他现在还上不了啊。哦，他那个肘子那边他是必须要在三天内发货的。对，然后我们衣服是两道工序啊，衣服到了之后，我们的仓库还会再检查一遍。对，所以会比较麻烦，会有一个质检的过程。白 T 搭那个字母的好看一点。哪个字母的？就是白衬衫搭哪个白 T 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粉色，粉色搭这个就可爱，对，就风格会那个一点。对，反正搭这个。因为这件其实跟那个它都是甜甜圈啊，都是一个圈，它是算是同个类型啊。嗯，对，小猪短袖穿多大码的 ？M 嘛 ，M 嘛 ，M 码 ，M。对，这个牛仔裤我也觉得挺好看。这个吗？这个吗？你的。我的。嗯，帅酷帅酷。帅酷。之前给你看过啊，我就买的时候就给你看了。你是在是之前在那边买的吗？还是在厂里面？我就是在那买的，帅酷。黑 T 看看吧，谁准你坐下的？你也是中控。我也是中控。你去换黑 T。啊。换黑色的那个是这个甜甜圈的，还是换那个字母的？要不让他穿那个字母的。黑 T 在哪？这字母的很帅很帅，可以给你们的男朋友和老公买一件。他说这条很贵啊。你们的男朋友和老公，所以他又有男朋友又有老公喽。你们的男朋友或者老公。那你要说呀，你要说给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别穿我的裤子，卖你的衣服。不是要找给你的男朋友和你的老公买，不符合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顾客的老公也帅，好吗？小助理可以试一下粉色的衬衫吗？刚刚不是，哎，不是是这个吗？看了吗？他在试，他在换啊。老板，你身上这件多少钱呢？我身上这件吗？3888。我今天给你打骨折，只要在我直播间下单。哪个啊？什么？只要在我直播间下单。便宜点，我拿了。你在拿货、啊？你去直播间下单会便宜很多，好吧？我就想让你身上这件，便宜点就拿了，行不行？拿不了，你就穿过了，我便宜点给你拿了，3777，30块钱，哎，别在这里说这话了，30块钱，30块钱太少了，小伙，我一分挣不了，小伙，一分挣不了。行，那我再看看。还演上了，我去看。你说你回来给我加点。我去看地板的时候，他我就准备用这张走了，他就。没有任何动作。这样挺好看的呀。短袖下个月买还能有吧？你说缺货的吗？还是说没缺货的？下个月可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不一定。他如果没有，我们这次做的库存都比较少啊。对，他如果没有，就是连就全部码都断码的，他可能不一定会补，对吧？对对对，除非是全部码都断码，可能会考虑。嗯。白 T S 码没了，白 T 恤是多少码的 ？M 码都，吴奇林穿的是 M 码。我1.78米啊，穿的是 M 码的，120斤，穿的是 M 码。你们后台会踢那种拍了但是没有付钱的订单吗？不会，但是他会踢，好像是一天不付款他会踢掉吧。那就是自动的了。自动踢掉。应该是明天
明天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蹲一下，它就是24小时它会自动踢那种，下单了但是没有款的。对，后面还出的，试一下白色衬衫，好多。啊，我试一下白色衬衫。他说的我。那你去换，那你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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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往这里一坐，好多好多。别说了。啊，我目前看到的都基本上都付款了。我的现在基本上都付款了。我的白 T 穿的是 S 码，但是他们把那个 S 码给搞丢了，所以我现在只有 M 码可以穿。小助理针织马甲什么码？小助理针织马甲是 L 码、XL 码都能穿啊。所以我现在是穿白 T 还是穿白衬衫呢？穿白 T 配白衬衫。你说穿白 T 扣一，穿白衬衫扣二。穿白 T 扣一。穿白衬衫扣三，我重复点了，有个没付款，是牛仔外套叉 L 的，快抢快抢！给他比一下白 T， 白 T 他们这里现在没有了，都在他们身上，1313，好了，那我就两个一起穿吧。黑 T 他这里也没有 S 码，也不见了，都在那边。后面可以看一下吗？衬衣，谁说你坐下的？让你管。但这里来一点，后这里不行，有点曝光。可以可以，粉色衬衫我穿的是 S 码。现在试好了啊，给大家看一下。穿不了那就明天吧。灰色毛衣，小助理上身的效果啊。白 T 在哪？我试一下白 T。里面。这个是他身上穿的是 XL 码，但他里面还穿了一件很厚的衣服啊，里面还穿了个衣服。对，这是一个，就是里面加一件衣服的一个效果啊， XL 码小助理穿的，这件挺显瘦的，而且很宽松，怎么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哎 ，yes yes， 你冷在这里面穿衣服，你不冷就直接单穿就好。对，他可以单穿的。好，可以去。哎，老板，你穿这件多少钱？说了3888，这么贵啊！我穿那个什么码 ？S 码的呢？我看看。我这个没有 S 码，这个。这个黑 T 也很显瘦啊！这个黑 T 也很显瘦，而且很好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小助理140斤啊，小助理140斤，身高是1.58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粉色衬衣可以再看吗？可以啊，粉色衬衣，粉色衬衣，我手里面这个是 L 码啊 ，L 码 ，L 码的粉色衬衣，不是 XL 的吗？粉色衬衫。大家看一下，粉色衬衫啊，粉色衬衫的一个效果。T 恤两件都买了，非常棒。粉色衬衫也很好看啊，这个男生穿女生穿就是两种不同感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非常好看。能近一下看衬衣的扣子吗？可以啊。衬衣就是配的这种普通扣啊，然后牛仔衬衣配的就是金属扣，就是跟它的衣服风格会比较搭一些。那小助理是助理毛衣是？差了吗？差了吗？对。粉色显黑吗？不显黑啊，不显黑。我是个黄皮，我穿的是完全不会显黑的啊。他先前穿的白 T 是什么码？他刚才穿的白 T 是，有穿白 T 吗？穿的是黑 T 吧？最近穿的白 T 应该是 XL， 可以叫小助理试试衬衣吗？他现在他还得换衣服，一会儿吧，一会儿吧，一会儿，一会儿让他试一下，好吧？试什么？小助理，他们说让小助理试一下衬衣。对，现在啊，他现在得去换，稍等啊，好，稍等，给他换一下粉色衬衫，让他试一下啊。你看牛仔衬衫吗？可以啊，虽然没货了，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的，是粉白线条的，不是纯粉色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粉白线条的，是一个有一个条纹的，但是这个条纹很细，肉眼看的话可能会清楚一点，镜头里可能会有点模糊，看起来就是粉色。这个是牛仔衬衫啊，没货了，但是你想看可以看一下啊，很好看很好看，拍下的人有福了啊。然后到时候如果开预售链接的话，大家可以去拍一下，预售的话我们可能不限量了，就大家可以看拍一下，但是会时间会长一些，我们到时候考虑一下吧，因为这个预售时间不太够。你这个外面是什么 S 码 S 码，但是里面的大了，里面是 M 或者 L。 哦，对，因为它这个T 恤没有 S 的。嗯，对，就你们可以这样看吧，看一下吧，简单看一下，你可以把白短袖是不是搞对对对对对，是配白衬衫的效果。对，明天可能会清一下，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啊。这个穿的有点大了，买完了很安心。公主试下 L 的针织衫可以吗？他换成睡衣了。他现在是睡衣。刚一个人都可以偷摸换成睡衣。没有，他那个我把白色给他穿上。好好好。穿什么什么什么？哎，搭一下粉色。这个是 XL。我穿这个吗？穿这个啊，是这个。穿一下牛仔衬衫可以呀。该换粉色了吧？对，他穿粉色给大家看一下。这白 T 也长了。嗯。这你们大概看一下，哎，怎么说出来了？嗯。它里面白 T 码子比有点大了，但是我拍的时候我就穿的这条裙子，然后里面搭一个吊带，是这种短一点的，就特别寒。对 ，very 寒。给大家看小助理穿粉色衬衫的感觉啊。我来当中控，我来当中控。好，往后点。对，往后站一点。OK， 再往后一点。对对对对对，可以。领子吧，搞出来一点，领子两个。好可爱，穿的，是的，这件粉色是真的很可爱。对，什么码数啊？小助理穿的什么码？L 的 L 码，他现在身上穿的是 L 码衬衫。好可爱，好可爱。我的白 T 是，帮我看一下我的白 T 是什么码？你的白 T M 的，白 T 是 M 码。白 T 是 M 码，我刚穿白衬衫是 S 码。走了，沉默最长，离场，遗憾离场。你去站着吧，我来给你。他们说想看你试背心，啊，你试一下。他们说想看你试一下背心，没有人说。有啊，刚有人说。灰色毛衣，他穿的是 S 码的，他模特图也是 S 码的。他们想看你穿黑色印花短袖。这个。穿哪个颜色呀，清仓大老爷们？啊，不穿，穿粉色最好。好的。谁说了？你这都看不到字儿，很难说。穿哪个颜色背心啊？还有没有这种短袖？就是你身上这种，我穿短袖。奶蓝色，刚刚看你穿奶蓝色啊，找一下。那我刚穿就是奶蓝色，但另外两个颜色我还没穿过呢。哦，绿色我也穿过，好吧，那我就穿。我的去哪了？你有吗？还有吗？那留在身上留呗，好衣服。换衣服都一起换。
那我在这里，我穿的是换了一些黑色的，我身上穿的是个叉 L 码吗？是的，是的，叉 L 码的黑色的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字母 T。字母 T 啊，字母 T。黑色叉 L 码，字母 T 啊。流星飞，带我飞，很好看哦，很好看哦，很帅气的不？你要搭到外面吧？对，你搭一下试试。你搭一下试试呗，先。我搭一下。对啊。哦，试试。嗯。手机呢？手机，手机呢？我被拿走了吧？啊，这是这是。看不出弹幕啊。其实你看，我的腿有这么长。这么长。短袖的堆在里面。我给你长肚子了。这里面这个短袖有点太大了。你再往后退。对，要退到这里来，这个前面的光它会反光。呜，好看啊，美腻，美腻的啊。但这件不是你断货了，你断码了吗？不是这件吧，断码的是绿的吧。嗯，这是它穿白色的效果哦。这是薄荷蓝吧，有点小薄荷。奶蓝色。奶蓝色是吧？嗯。这很奇怪吧，而且不是很大的，感觉颗粒啊，感觉又甜又咸的，有点可爱，有点又甜又咸。安呢？奶蓝的 S 码断了是吧？哦，感觉糖的是 S 码，感觉糖和盐一起加了。嗯呐，哎呀，当会儿中控吧。我穿新牛仔的，牛仔身上是薄的那种吗？对，不厚啊，不厚。我穿什么牛仔？对，软牛仔啊。而且不是纯的牛仔布啊，老铁，我们这个有就是80%的棉，它是有棉在里面的，所以它会软一些，会薄一些。干货没什么好穿的。嗯，我住几？天哪，我自己有没有留在这边穿的？别嘛，别抢我。我手上一共有几件牛仔衬衫？两件，一共只有两件，还有一件，一共只有三件。对，行吧，就给你一件吧，吃水给你。改天我们去他家吃饭的时候把你再抽回来。他们说让你配一下蓝色背心试试，你找个 L 码搭来，你穿着我这个吧，穿叉 L。穿黑色的吗？就是里面穿黑色的是吧？搭一个背心。OK。感觉我马上开始跳街舞了。你都很强、啊、来个地板动作。 Breaking。 哎，打个哈利克武士。好老板，吓我一跳。我刚想说可不可以，有没有人想看我穿睡衣啊？想说换睡衣。打个哈利克武士。流星飞，带我飞。是什么穿法？不知道，不知道配黑色这什么样子。当中控你都不说话，你过来站着。这说呢，人家就让他试这个，大家先试试。哎呀，好看啊，没穿上呢啊。你中控没有我当的。哎，我肉眼看着还不错了，还挺好看的。但是搭白 T 会更清爽一点啊！我觉得，如果你下面配一个深色的裤子的话，哎、其实还可以。对了，比较甜酷啊，搭黑色就有点那种酷酷的感觉了、啊。嗯，搭白色就奶奶的。底下配一个黑色的裤子，其实。哎。嗯。是吧？你穿我那条试试。你穿他裙子试试。裙子是黑的。我那条牛仔裤是黑的。你那条我能穿得进去。嗯。穿着腿瘦成这个样子。毛衣有没付款？毛衣啊，那个小鸭子的吗？
是没有，现在只有 M、L 和 XL。灰色的吗？对，灰色的毛衣现在只有 M、L 和 XL 可以拍哦。是吗？对。犹豫就会败北。犹豫就会来竞价吧，把我那件牛仔衬衫卖给你们，50000。烧了吧。他们不能穿，叶片赚到这个钱。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拍短袖，我们这次短袖质量很好，然后价格也给大家做到最低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季度短袖的价格其实不高，我们就是把成本控得非常死。短袖卖多少这次？99和119。哪个是99？99和100，字母 T 是99啊，然后甜甜圈的是119。短袖的话因为马上就入夏了嘛，所以大家留短袖自己穿也是可以的、啊、这件真的很好看，这很像那种牌子，就是那种潮牌。对，就是那种可以说吗？不可以我把它摆在店里可以卖300，就会翻。夏天很爱穿这种 T 恤，都实话，老铁，你不让他喜欢穿这种吗？嗯，他都是这种印花印花。你现在给他发消息，你让他来我们这边买一下。我直接给他拿回去。真是主意呢、哦。真是实话，你这个260克的 T 恤，你拿到店里可以卖200多、300。对对对。你只要放在实体店里面，是的。就我们去年去泰国的时候给他买的，那件白色短袖特别薄，那个料子特别特别薄，很软。300多，短袖马上就要断码了哦！如果大家看好的话，要及时下单哦，犹豫就会败北。实话，这个、很多码其实都已经濒临断码了。濒临？很多很多衣服，很多款式都濒临断码了。你自己摸着就可以摸得出来，在店里就是你去那种潮牌店里面去摸，你就觉得这件质量好一些。这比你这件就质量好多了。对啊，我这件就是在那个9.9块买的吧？我这件很贵的。这件很贵的，是在那个某库买的。某库买的啊，我以为很贵，10几块钱。某库买的，和我们之前差不多，差不多的价。这个就真的很薄。对啊。是很容易变形的。实体店就是会贵一些，你知道吧？是的。好，我懂了，我们去看实体店。走。好啦，今天差不多了，拜，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老铁们，哎呀，差不多啦，所有的款式基本上都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也帅气的结束。在干什么？不懂不懂，我也当场脱衣服。好，今天到这里了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说就是我们。其他的有一些想知道的信息啊或者干嘛，大家可以去问客服啊。对，我们客服是12点才下班，大家都可以去问他们。对对，我们等会儿那个再、过一段时间，过一会儿我们过一会儿吧，要过一会儿，对，可能要整理一下，然后开个小会，然后就10点钟了。对，10点钟吧，9点多10点钟左右。对，好吧，对，等会儿可能就是我们去吃个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对的对的。斗子现在目前上不了，所以也就不播了哈。对，如果到时候因为他是能上，我们再考虑会不会讲。因为斗子那边是很严格，他控制到2-3天，他必须得发货。他必须得发，不然的话扣我们钱。对，我没办法。但是我们这边是一个星期之内，对，你知道吧？对对对。一起唱《难忘今宵》来。难忘今宵。好了，难忘。好。晚安了，各位，晚安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感谢今天各位的支持啊，感谢各位 ，thank you，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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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哎呀，脊椎骨断了，等会儿见吧，大概10点钟左右。还播啊？你们？再见。肯定啊，跟你一样啊。今天星期啊？一下班就躺在地上，我不是啊。今天星期啊？今天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周一。我今天可是看了3家。看了4家装修公司。然后大家如果有不了解的问题可以去问客服啊，然后包括一些衣服的材质啊，然后模特上身的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品详情页看到，大家如果后面如果还想买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好不好？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拜拜。拜拜，拜拜，有不谁有不谁又是开见面的。拜拜，是撒尤那拉，撒尤那拉。